第十五题，我们在半圆柱形鱼缸侧面看到鱼缸中有一只超大螃蟹，吓了一跳，如右图所示。但从鱼缸上方往下看，才惊觉被骗了，因为装水的鱼缸有放大效果。请问此装水的鱼缸与下列哪一种光学镜片具有同样的效果？我们知道这个鱼缸是透明的，光是可以穿过去的，所以它应该是像透镜，而不会是面镜。面镜是反射，透镜是折射，所以答案不会是 A 或 B。凹面镜或者凸面镜，而它一定会是透镜。而我们知道凹透镜只会呈缩小项，没有放大的效果，只有凸透镜有放大的效果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此装水鱼缸与下列哪一种光学镜片具有相同的效果？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猪凸透镜。